走吧，拜拜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邱振华，我是拥有七条系的男人，简称七夕男。现在给你们看看啊，我的七条系都有均匀的，一般都是双飞。然后我们钓到这样的小金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振华。我是拥有七条溪流的男人。看了超哥的视频，我发现给超哥欺负了。超哥，你那边只能用蝶引来钓鲸鱼，我那边可以用米诺，我们的鲲米诺。我要让超哥见识一下什么叫有资源的男人，什么叫有资源的男人。出发 ，Go Go Go！差不多就要到达我们坐钓的钓点，山多，溪流也多，天气是非常的好。继续行驶2公里。有太阳，像坐钓鲸鱼，出太阳的情况是非常理想。可以看到吗？下面的话有几条鲸鱼，在那个桥墩的下面，它这里的鲸鱼密度太多了。哇，马上就。没有啊，终于，终于中了，不大，我们的鲲3.5克，溪流米诺。哦，太漂亮了。溪流米诺，我换了一个单钩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它的拉力的话是很爽，你看它的鱼鳍，太漂亮了。我们把它放掉。走吧，拜拜。哎，我们刚才在桥下面的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盘里面中了一条。然后拖了有2-3尾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两个溪流交叉的一个位置，那你看它结构的话是有流水处，但这些流水处其实个体的鲸鱼比较小一点，但是这个水域的鲸鱼开口性是比较高的，因为现在有太阳，鲸鱼会从一些深的地方往那些浅的一些水域进行觅食。我们抛两杆试一下，我们去那个地方吧，走，水太浅。换一个米诺，这水太浅了，我们换一个亮片。那个鲸鱼直接跟到我们的脚下。鲸鱼，鲸鱼，
太漂亮了。我们的3.2克蝶影，太漂亮了，哇！先不要把它放掉先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养在我们的巢湾里面。要等我们钓完走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放掉吧。哇，我的鞋底太松了，哦，又跑掉了。鱼的话，应该是在缓的地方跟过来的，所以我们尽量要跑远一点。终于，这条也比较大，终于了，这条比较大一点。哇，它拉力太爽了，哇，我们的3.2克蝶影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哦，这条好肥，这条太肥了，你看，哦，说明这里的食物是比较充足的，哇，这条太肥了，哦，太漂亮了。我们的3.2克蝶影，我来试一下，在极热的位置中，这条虽然不大，但是很肥，它的拉力好爽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回来做钓。刚才我们做钓的时候，它上面是没有放水，所以水比较浅。后面现在在放水，水位的话也涨了有10多公分吧。它放下来的水也比较浑，所以对鱼的影响也蛮大的。所以我们现在12点多，然后吃点东西，然后再过来做钓。军哥在浅的位置，然后重获了一尾鲸鱼。你用的什么亮片？蝶影，3.2。3.2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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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第一杆就中了。第一杆就中了。啊，太羡慕了。啊，来，帮你拍个。哦，漂亮，好爽，漂亮，好，我们把它放掉。OK， 把它放掉。哦，拜拜。活性好，好厉害。是啊。
这条马口还算比较可以吧。好吧，哦，拜拜。马口，OK， 拜拜。这里的一些缓的地方很多马口。不错的，哦，太漂亮了，哇塞，哇，这条蛮大，哦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，哇塞，哇，漂亮漂亮，哇塞，哇，漂亮漂亮，我们2.3克，漂亮漂亮，哇塞，哇，漂亮，哇塞，太漂亮了，啊，哇，2.3克，蝶影，亮银色。哇，太漂亮！哇塞，哦，我们的龙肝，龙系列的马口肝。我今天用的是 DTS602UL， 哇，太漂亮，太漂亮了！哇塞，这个拉力真的太爽了！这条鲸鱼，哇！蝶影，2.3克，亮银色，哦，漂亮。走吧，嗯。下去的话就杰克，那马口太小。哎，这不是马口，这条是。长鳍鲢，母的长鳍鲢。好，我们把它放掉。拜拜。这里的溪流鱼还是蛮多的。马口吗？还是青鱼？啊，马口。这条马口蛮大的。真的，这条马口蛮大，哇，多线太大。我们的3.2克，亚银色，这条应该也是马口，但是深的地方，然后追到急流就很了。这些都在一些浅滩的位置，这条溪的话，马口就比较多，哇。
这边马口好漂亮，好瘦。那这里的马口很凶，你快收的时候它一样咬。好的，拜拜。终于。点，拜拜。两边都水之后快收。终于，哇、哦，漂亮，哇，我们的2.3克，哇、哦，太漂亮了。哇，这条稍微比刚才那条大一点。两边都水之后，我们快收。终于，哇、哦！太漂亮了、哦、我们2.3克又终于尾、哦、太漂亮了，我们在同一个点已经中了3条鱼，我们在死角再掏个鸡蛋，如果没有鱼的话我们就往上面做掉。终于、哦、终于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们等一下钓完这一段，然后再把它放掉。那里已经有3尾了。我体型的话都是在8两左右。来，继续，终于。哇，这里的马口好肥啊。中，哈哈，哇，追着来咬，哦，太爽了，终于，终于，不过这条比较小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左右，我们结束今天的钓行。它这个溪流其实并不宽，而且也很多一些水流的地方，鲟鱼一般都藏在对岸的边上，我们的亮片打到边上之后快收回来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的饵亮片浮在水面上，我收的比较快，鲟鱼是比较喜欢这种快的亮片的，很像在树上掉下来的昆虫。那我们全部把它放掉。走吧，走吧，拜拜拜拜！哇，我是邱振华，居住惠州博罗，常年活动在附近的一些溪流水库，做钓马口、鲟鱼为主。如果你也喜欢路亚，可以添加我的微信，我们一起相约野水。